我其实累得我跟爷爷似的，实话实说。别看这份儿好，但是确实好多事儿也顾不过来。那个可能你们真是觉得挺大事的事儿，但对我来说我真没往心里去。那当然，有的朋友还开句玩笑的话，你说一篇作文就改变你的人生观了，我要给你弄本故事会，你不得飞起来要人是不是？后两天说完也不见得跟就不说了，好多事都是为了说，主要是最近事儿实在是忒多。我人最大特点就是一强迫症，要想干的事谁也拦不住我。第二个岁数越来越大，有点淘气，有时候老想玩够了再说。所以说你们就要好看热闹呢，你们就再等一等，等我忙完这段时间好不好啊？也没有太多的沟通。我在想你怎么去跟师傅说我现在自立门户的。我没说，我是在和演出，我在去剧场演出的同时，演出部禁演我，禁演我呢不让我演，给我打电话说今儿不能演出，